Hello， 这是时隔超久之后的 vlog。现在要戴口罩出来，然后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，那个应该是标志性的那个红叉叉这里啊，然后感觉好久没录了，就录来看看。好，他们都没有要嗨的意思，没事儿。待会儿看到有什么漂亮的建筑在录。现在镜头里能看到的那个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钟楼，然后这附近都基本上像商业街一样，这边是草坪，但是这里都是商业街。摩卡是怎么做来的？有奶和咖啡的都有，但是没有奶泡。那抹茶是抹茶，什么